双主修会计系毕业，今年来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念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， 那特别是念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tics Program。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话，你会是念12个月的 track。那如果你是三年以下工作经验的话，通常你会是被安排在16个月的 track。在这边的话，新生入学的2周内要做2次的这个 Tartan Testing， 等下会进入这个小隔间，会拿到一个试管，然后他会跟你说要吐到足够它可以检测。基本上生活技能其实蛮方便的，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 Seven 里面卖的东西都是比较以美式为主，相较台湾种类还是比较少一点。这边的话有水珠水环的脚踏车或者是滑板车，但是我们要去教室的路上旁边有火车的铁轨，它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会有很大声的鸣笛的声音。其实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它就强调说就业率是非常高的，课后都有很多作业，课前你要去自己先完成一些阅读啊，做完一些 practice 你才可以去上课，然后课后大家又要再花时间找工作，投100-200家公司才可能10%的面试机会，所以其实大家在这边念书跟找工作压力都蛮大的。课堂上有个女生，她非常有演讲的魅力，就是她每次都可以很快的把她想讲的东西组织好，用字很精准。下课的时候就跟她说，哎，可不可以一起去喝个咖啡，把握机会去认识有兴趣的人，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练面试的话，其实会蛮温馨的，就这边你可以接触到真的很优秀的人，我觉得是在来这边念书很棒的机会。